我的心坚韧如狮，病之苦凶猛似虎，抬头望那是药的火啊，一抹绿上了心头。各位大德，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常常会觉得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特别的苦尤其是在病苦的时候，那心灵上的苦又更加的苦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佛法是人心灵最好的一个依归因为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了解这个因果，那也在因果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知道呢怎么样修这个善因那才会有很好的一个结果，那也知道不要结恶缘才不会受很多的苦果那我们今天呢借由这样的一个因缘，那我们来插作一件兰花那首先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今天所要用的这个花器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呢我们首先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个都兰这个花器呢，我们把它定名叫做都兰，因为呢我们平常呢在习花的这个因缘中呢，我们除了学花之外呢，那我们的学生呢也都会习茶就是说呢，中国到了宋朝之后呢就有所谓的焚香点茶挂画屏供这样示意那这示意是当时平民的一个素养并不是针对怎样的一个文人雅士所以呢我们要插花，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到一些古兰然后呢我们也会学习茶道因为在茶道中呢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修行在茶道中修六度波罗蜜，那在茶道中修戒定慧那我们的同学在习茶的过程中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都兰那这个都兰呢，它是用来收纳我们所有的茶具的所以这个都兰对我们来讲的话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呢可以平常用来插花用，表演茶道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它来收纳我们的这个茶具。好，那各位阿弥菩萨首先欣赏一下在这个都兰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跟工匠的一个用心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栓子，那也是一个固定器就是说我们在做就会感受到古人的一种用心因为这样的一个篮子，它只要这个栓子就是这个固定器一插进去，插销一插进去之后呢，你就会发觉呢这个篮子就完全稳定不会动了，但是这个插销一旦拿下来呢，它就整个就可以自由的活动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之中的一种奥妙跟用心那我现在把这个插销呢把它拿下来那拿下来之后呢，我所有的这些包括它的盖子那每一层的篮子呢就可以拆开来应用了那我们在收纳这些都兰的过程中，收集这些都兰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发觉到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因缘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像我这个都兰上面就写了灵芝糖包那我们现在常常把名牌的皮包，我们叫做 LV 包啊什么包那其实古人呢，他们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提篮这样的一个篮子叫做包了所以我们同学每个人会买到不同一个糖号的这个包然后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在这个买这个糖包的这个过程中也发觉，好像过去真的很多的因缘就注定你跟这件物品是有缘的好，那我现在呢把这个都兰呢分成一层一层的插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都兰如果我把它这一层再拿起来的话那它这一层的这个提梁就特别的美因为它这样的一个高度呢就很有特色那这个花器呢每次要用它来插花都觉得很具有那种好像那个就是我们民间的那个婚嫁的一种喜悦的一种感觉每次在插这个篮的时候，我自己心中就会感受到那种很美的一种氛围跟感觉好，那我在这一个篮子里面呢，我先放一个这样的一个剑山盒然后放上剑山然后我就可以用它来插花了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今天可能会用两个两个一组插成一件，稍微比较有一点点空间感的一个就稍微大一点点的
比例的一个作品哈。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呢，叫做红叶加冬啊，红叶加冬啊。那这个花材呢，其实我自己平常也不常见到啊，因为这个花材并不是太常有啊。那因为呢，常常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呢，因为天气很炎热，所以呢，我们都会很大概在七月多八月就一直在放暑假，嗯，然后这个花材呢，它是夏天特有的一个植物啊。那各位可以看到呢，它上面长得小小的几颗的绿色的果实，非常的可爱哈，而且它叶子是红色的啊，特别有韵味的感觉哈。好，那我先把这个红叶加冬呢啊，把它插起来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它整个阳面的感觉。好，那这一支红叶加冬本身呢啊，它也很有特色哈，因为它这个果实很美啊，然后再加上叶子也很美啊，然后枝干呢也长得很崎岖哈。好，我稍微把它往前移一点点哈，那我用力把它插下去。啊，这个红叶加冬呢，它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空心的感觉哈，微微的有一点点空心的感觉，但是它的枝干呢，因为非常的感觉上蛮崎岖的哈，而且我想这个红叶加冬它的力道是非常够的哈，所以插的时候还是要非常的用力的哈。好，那我先把这一支红叶加冬给插上了哈。好，那这个红叶加冬插上之后呢，我再加一点点绿色的这个叶子做它的下段啊，因为呢这个花器本身呢，它跟这个红叶加冬的颜色很接近哈。好，那我把这一支的这个花楸啊，各位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花材呢，我们称它为花楸啊。那花楸这个花材的叶子非常的翠绿啊，非常的嫩绿啊，而且花楸的叶子呢，我们在剥它的这个叶子减少量的时候呢，就会感受到这个花楸的叶子呢，它很有一种很香的一种味道哈，一种好像大自然的青草香的一个味道啊。那我记得不知道有一次曾经读过有一个作家的一个作品啊，他说一个常常闻自然的青草香味的人呢，啊，这个孩子呢就会特别的善良啊，所以我想，大自然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疗愈的哈，跟抚慰人内心的一个情境的感觉哈。好，那我现在把这一个红叶加冬啊，加上花楸之间哈，就红叶加冬做上段，那花楸有点做中下段啊，所构成在这个提梁侧在一边的一个插座的方式哈。好，那我接下来开始用一点点的这个主花哈。好，那我今天选用了感觉上比较浪漫唯美的一个花哈，比如说我现在用了一支这样的一个蝴蝶兰啊。好，那这支蝴蝶兰呢，我把它放在这个提梁的这个部分哈，因为每次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花器的时候，就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具有一个民间的这种婚嫁的一种意境的感觉哈。好，那我把这一个蝴蝶兰呢做一个固定啊。好，那这个蝴蝶兰呢，因为它有一个根部的地方哈，所以我做一个 U pin 啊，比如说我用了一个18号的铁丝啊，做了一个 U pin 啊，帮它做一个固定。好，我们把它试试看，让这个蝴蝶兰呢跟我们的剑山啊可以互相的融合在一起。好，各位可以看到我做了一个 U pin 哈，把它固定起来之后就可以固定起来，不然它刚刚会一直动的感觉哈。好，那除了蝴蝶兰之外呢，因为蝴蝶兰有点粉粉的感觉哈，除了蝴蝶兰之外呢，我在蝴蝶兰的下端呢加一点点玫瑰花哈。那我今天选了两个颜色的玫瑰啊，就是红色跟粉红色两种这个玫瑰的这个颜色哈。好，我们试一下把这个玫瑰呢用在这个篮里面做我们的这个主花。好，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个玫瑰啊，
那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比较丰盛的一个感觉的呢，您就可以用到五朵或者七朵的玫瑰啊。那你如果觉得喜欢的感觉是比较简约的呢，那您就可以用大概三朵左右的玫瑰哈。好，所以我在这个有提梁的这个花器里面呢，我用了五朵的这个玫瑰。好，那各位阿弥陀佛，现在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玫瑰所形成的这个空间的感觉哈。好，那我现在转到后段呢，我在后段呢加一点点的后段的深度的感觉，让这件作品呢，不管它从前面看哈，或者从后面看呢，感觉都是很美的哈。好，我在后段增加一点点深度啊，而且带有一种生命的一种喜悦的一种感觉啊。好，好，我们再把前段的这个地方呢哈，好，那我后段加了一点点叶子做它后段深度的感觉哈。好，那我在前段的地方呢，我用这个叶子啊，我选用了几片的这个电讯兰叶啊，做它的基盘哈。好，那这个电讯兰叶呢，在我们平常插花的时候，也是特别常常被我们选用的一个花材啊。最主要这个叶子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说它很好雕塑啊，就是说你上了铁丝之后，你可以折出各种你喜欢的这个形。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电讯兰叶呢，它很耐啊，很耐，就是说你插花插个几天它都不太会坏掉啊，所以它很就是不会说一下子就卸掉了哈。而且它的那个力量很够哈，我们做那个基盘呐哈，然后衬托的部分呢都会觉得它特别的好用哈。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把这个提篮给插出来了哈。那我等一下再插一件作品呢哈，用另外这个让它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哈。那我现在呢再用另外一个的剑山盒哈，就是我在一个黑色的这个塑胶盒里面，然后我放上一个剑山哈，那这样我就可以处理这个吃水的这个问题哈。好，那我现在插的是这个继续把这个花型拉开来哈，因为我刚刚是采用那个红叶加冬使用直立的一个插法哈，那我现在这个红叶加冬呢，我就要采用呢是有一点点平出的插法哈，让它两个是可以互相的结合起来的哈。好，那我让这个叶子呢，我稍微剪一下下。哈，因为这个叶子虽然挺美的啊，但是有时候太过于大叶跟下垂呢，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这个就有它的这个好可爱的这个果实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花每次插这个篮子的时候，就感受到一种民间的一种很唯美的啊，一种婚嫁的一种喜悦的一种感觉哈。好，那我现在把它拉开，拉出有点平出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哈。好，然后呢我再看一下我这边的红叶加冬哈。好，这边还有一叶哈，因为我这边拉开之后，这边的空间很开哈，所以我再把它加一下下段。好，然后我也配合了那一件作品的运用啊，我在这件作品我也加上一些的这个这个花楸啊，因为这个花楸呢的那种绿啊，跟红叶加冬的那种红啊，那两个互相的一个对应的感觉哈，那特别的美哈。好，那我把它加一下下啊。好，这一片啊，因为一个花艺的作品呢它除了这个，除了就是花型的一个优美之外呢，那有时候色彩的一个运用也是很重要的哈。好，那
各位阿婆，他接下来看到我用的这个，我们称它为火焰百合啊，火焰百合哈、啊。那火焰百合呢，它感觉上也是很喜气的啊。火焰百合在平常很多我们在设计做婚礼的会场的时候呢，也特别多人喜欢啊。那尤其是火焰百合跟黑色的色彩做搭配的时候呢，啊，那效果是非常好的哈、啊。好，然后因为它那个花型很奔放啊，然后那个意境也蛮好的，就是蛮喜气的啊，所以也是一个在花市场算是很受到很抢手的一些花材哈、啊。好，那我用这个我来做一下它的这个我用这个电讯兰叶来做一下这个火焰百合的这个基盘的这个部分哈。好，那各位阿婆萨待会就可以稍微的欣赏一下，等一下这两件作品，一个是采直立的，那一个是采平出的啊，之间的一个应用哈。好，那我在它的侧面呢加上一点点绿色的啊，因为绿色的颜色，第一个运用它的时候呢，可以让这个作品呢，第一个就是它花的颜色呢特别的特别的清楚啊，而且这些绿色的植物它本身有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哈。我们常常说红花需要绿叶配哈，真的是一点都不假的啊。因为如果你插花呢全部用的都是花啊，那就会觉得那个花太过于的繁复了哈，颜色太繁复了，然后感觉上比较俗气，比较不一样，然后比较不耐看哈。那如果我们用上大量的绿色的来做搭配呢，就会感受到那个花呢啊特别的美哈。那因为绿色的颜色呢会把主要的这个花呢衬托得很好。好，那我现在在这边用上比较大量的一些薄啊来做这个部分哈。好，那我在侧面呢，我也加几朵的这个玫瑰啊。好，加一点点红玫瑰。好，然后也加一点点玫瑰啊，让两种颜色的玫瑰呢互相的交错在一起啊。点点下段的这个粉玫瑰啊，好，然后再后段呢，再加一点点的玫瑰啊。我们这件作品呈现出一种比较缤纷啊，然后大气喜悦的一种美啊。在侧面呢，再加一点点的这个小叶子啊，这个小叶子刚好可以帮我侧面的就是这个我们称为豹纹竹芋啊，豹纹竹芋啊，这个叶子非常的美啊，如果说特殊造型的时候应用它也是非常好的哈。好，那因为我会有一点点看到我的剑山哈，那刚好豹纹竹芋的那个边有一点点红色的哈，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们就用它来做一点点这个后段的一个修饰跟侧面的一个修饰啊。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哈。好，我把这个豹纹竹芋也做一点点后段的拉伸的一个设计。好，那我们现在呢借由这样的两件的作品的组合啊，那我们刚刚应用了一个诗说那个我的心坚忍如狮啊，那病之苦凶猛似虎啊，抬头望那施药的佛啊，一抹泪上了心头，我欢喜的展口吟诗。那我们知道呢，心中之所以会有苦呢，常常就是因为没有一颗喜悦的心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一种很喜悦的心去面对所有周遭的一切事情
我自己最喜欢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啊，他说呢，喜悦的心乃是良药，那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能够吃苦了苦，那不以为苦啊，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会过得非常的开心啊。那我今天就有这样很喜气的一个花呢，也希望能够带给您很喜乐的一颗心。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插作另外一个篮啊，因为呢，这次我运用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篮哈、啊。第一个刚好收集了蛮多漂亮的一些篮啊。那另外呢，事实上我们知道呢，夏秋也很适合插篮啊。那所以呢，而且篮插起来呢，有一种丰收的感觉哈、啊，因为我们到了夏天呐、秋天的时候呢。所有的果实都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用那种很喜乐的心哈、来丰收这一年的这个成果哈、所以篮也是很恰当的啊。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篮呢，也是一个其实在中国宋朝就有的一个篮啊，但是中国宋朝的篮是它的编织比较大一点，那我这个是属于比较小型的一个篮啊，所以各位在欣赏这个篮的过程中，就可以感受到古人真的是他们的。艺术的文化的一个情怀呢，有时候真的是令我们要多多的学习的哈。好，那今天呢，我用这个篮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篮它很古雅哈，所以我就选用了一只松啊、来插座啊。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我现在用了一只松啊。那我今天这个松呢，是从后宫插出去啊，因为我们在插这个篮的时候，有所谓的前宫跟后宫，也就是在这个提梁的前段，我们称为前宫；那提梁的后段，我们就称为后宫哈、所以我今天是从前往后插的哈、这个是我的使枝，如果它是以直立型的方式插座的话哈、好，我把它稍微移到这边好了哈、好，我们再换一下这个角度看一下哈、好，这样子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直立的一个松哈、好，然后呢，我在这边的这个角度呢哈、我再找一支呢像这样子的一个松哈、好，那我稍微把它修一下下。那松呢这个花材呢也是一个非常很有文化意涵啊，而且它这个松呢，每次你只要插了它都会觉得特别的喜欢哈、因为它是非常耐看的啊、那越看越美啊、好，那今天呢配合这个松呢我选用了这个菊花哈、好，那我们用菊花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花哈，好，如果说要是比较希望是比较喜气，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火焰百合哈，百合类的，好，我把它加一支百合在上段好了哈。如果纯粹是只插菊花的话呢，是古典的哈，然后比较宁静的一个味道啊。那如果是加上这个火焰百合呢，就会感觉上又有一种在古典中呢又带有一种现代的感觉哈。好，那我除了这个火焰百合之外呢哈，我加上几朵的这个菊花啊。那我们说呢秋来犹当晚菊啊，那现在已经是由夏开始要慢慢进入秋天了啊。然后我们也讲说呢菊花呢特别耐霜啊，那菊者菊也啊，就是当所有百花落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呢菊花在秋天的花园里独自的绽放啊，那种情怀也是非常感人的啊。好，那我们把这三朵菊花呢搭配的这个火焰百合，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不等边的一个三角形啊。那这样子就等于是这是我们的石刻主啊，主花的部分。那现在我就在用下段的地方呢，用一点点的叶子来搭配做它的这个基盘哈、好，那我这边有两种叶子哈、好，那我还是选用这个电信兰叶哈、好，那这个电信兰叶呢把它收一下，收一下它的这个基盘哈、
可以做一下它的后段啊，因为这个篮子它本身不是很大，好，所以我们花也不要把它插得怎么样太满啊，除非我们是做隆盛的一个插花的方式啊，我们再把它插满一点啊，那否则的话啊，我们就用它来做这个鸡盆的一个衬托啊。在这个旁边呢，啊，再给它加一点点的这个叶子啊，收一下它的下段。这边有一点点的这个树兰的叶子哈，好，让它有一点点下段，有点收起来的感觉哈，好，啊，那啊，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很简单又很古雅的这个龙胜兰。好，那我们说呢，那个兰呢，其实它也是代表一种礼啊，所以呢，插兰花呢，我们说，种花有六大器型啊，那我们说，统重婉约，兰贵端庄啊，那兰花插起来就是一种端庄大方的一个感觉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兰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兰，但是插起来呢，也会觉得非常的清新啊，然后古雅啊，新鲜的这些菊花呢啊，带给人非常喜悦的一种感觉啊。好，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护持中华护生协会，协会所做的就是爱护。任何一个生命需要帮助，我们将伸出援手，护持护生，认养学童，邀大众一起来加入。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严师星耀建言。